我和大家一样，做梦啊，都想去天上的空间站看一看。我想在咱们的太空豪宅里飞来飞去，体会失重的快乐。我想精心地完成好每一项任务，守护好咱们自己的太空家园。我还想在深邃的太空里遨游，向星星挥一挥手。当然，我更要看一看生我、养我的祖国母亲。经过新一轮全面系统的备战训练，我入选了神舟十九号飞行乘组，并担任指令长。入选新的乘组，担任新的角色，面临新的任务、新的挑战，我感到使命光荣，责任重大。如今，我们的思想、技术、身体、心理都做好了充分的准备，我们有信心、有决心、有能力圆满完成此次飞行任务。